普通的生日歌吗？我们是不是说好了吗？没有说好。我们不是说好。你们现在就面对着我，但是其实你知道，就是我的工作人员们，你就是站在最后背，我的你的手机背面，他们已经开始了。不用把声音开的这么大，不用，真的不用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是不是没有看到我的蜡烛灭了？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等一下，我得离他远一点。我现在就是会笑。等一下，我许一个愿。哎，等一下，他歪了。等一下，好。唱首祝福歌，我们相亲又相爱，祝福你健康平安。好，我学好了。祝自己26岁生日快乐。这个是今天的蛋糕。你是全世界最旺的仔。为什么是最旺的仔呢？就是一个旺仔，咱们就是新的一岁，旺旺旺。总听起来像拿了刚刚那个剧本。然后拿下我们的蜡烛，上面真的有一个旺仔。Happy birthday！ 哦，是吗？哦，这个是你们送的花，我收到了。这个他们刚刚一直都藏起来，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朵花。这个叫什么？针织的，这叫永生花，永生。它可以永远就是收藏起来。你们自己做的？你们自己做的？那我啊，这个我可以念一下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这个上面写的是 from 陈柏豪的后援会。你们，天哪！我有的时候真的我真的很想感慨，你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才多艺。就是恕我，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还需要更多的努力。上面写的是祝陈柏豪大帅哥的事业和生活都像这束花一样百花齐放。陈柏豪的生蚝门。花来自，可以吗？生蚝门。好，这些花就是名字，就是我发我收到了，然后这个就是那个谢谢你们所有人，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花，可能是不是你们每一个就是不同的人就折了一朵不同的花，然后拼在了一起，是这个意思对吧？然后每一朵花我觉得都代表了不同的祝福。5颜6色百花齐放，这个百花齐放的英语真的非常非常好。谁来了？男明星来了。男明星在哪里？为什么不刷礼物？男明星礼物给我刷起来。哦，他刷了，对不起，我没看见。谢老板，谢谢梁老板，谢谢那个男明星送过来的是什么东西？嘉年华吗？没有，好像只送了一点点。谁来？梁老板是吗？那我点一首。然后这束花我就收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然后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百花齐放，带来更多的作品和角色和歌曲，还有一些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想参加一些综艺。我一直其实还蛮想把自己生活的状况分享给大家的，但是就是还没有遇到这样合适的机会。就是我想，就是有一天能够去什么叫什么山上挖笋子，河里去摸鱼，就是这种，我觉得还挺开心的。